耶稣爱到耶利哥的城市的时节，有一只父母的人路顺风坐电来讨论，他听到有很多人说他都问有什么事情，有一只人都问他耶稣那家人人给大理萨过过后你家父母的人用暗香的香给都说耶稣老王的子孙吹过来啊，坐在面前的人都把他夹喊几点，但是他都反射用过香的香老王的子孙吹过来啊，过后耶稣都停下过来喊人带给家父母的人来，接着父母的人行前去的，耶稣都对他说你爱爱做什么本事，接着父母的人都问耶稣主啊爱爱要看你多，耶稣都反对他说你信心救到你你看日多，当场接着父母的人都变要看日多，过后他听耶稣过来见感谢上帝和见讲上帝很厉害，隔壁的隆中人看到了隆中事情，也见讲上帝很好和上帝很厉害。耶稣去到耶利哥的城市，他都进行祷告。初的城市都有一只人叫名安多撒基乌斯，他出身富税部的阿头，他也很有钱的人。撒基乌斯暗想爱看耶稣是些文人，但是人比多他暗爱的人过来坐隔壁也有暗闹的人，他都看不到耶稣。过后扎基乌斯先走去面前过去给暗多人，他上去一条阿拉苏的蛋糕，坐隔阿拉苏的蛋糕他爱看耶稣说耶稣打隔壁过的时节，他都看去蛋糕和对扎基乌斯说扎基乌斯不用接下来金不家爱金贵爱错尿不卡便现家。撒基乌斯都不用接下去和有道方去接受耶稣错尿不卡便，但是隆中人看到的隆中事情呢，他都撒都惊讶和说咦他错尿吹的人便现家错尿不卡便呢，撒基乌斯都起起来和对耶稣说主啊ta ngay dịch bán ở xin ca ngài bơi phạt bún kheo chi nhìn cô ấy hay còn dư nhìn xịt bún ngài áp bít tối ấy ngài bơi bàn tròn bún kỳ ca si ha cô heo giả sư tôi tui kỳ con kỳ nhìn lẹ vụ khá nhìn dù tết tổ kêu ấy dịnh bí tỏ ghi gia hê Abraham chi xuân ngài xong ti phai lỗi nhìn lời chú hê ơi chìm cạ kêu hằng tui lưu nhìn